酒味毒药啊，酒味毒水，酒味毒气，将食之源，将恶之本，持律修戒，修精定性，慧明净明。大家人看到酒，应该会知影，酒啊，啉落去过度啦，醉呀，醉人伊的形态是安怎？啉酒落去了后，迄、那个激动啊，所做的代志，家己呢嘛无真清楚啊，就是冲动、激动，哇！真多的代志都是因为呢酒醉啊所做出来错误，不只是所做的错误啦，对家己的身心、家己的身体损害真大。咱逐早起伫咧听早会，国境病院是志工，是医生啊，伫咧分享一个啊呐，因为酒的中毒啊，因为酒啊，对身体肝气啊、心啊、胃啊等等呢，都是有真大的伤害，对身体是安尼，也那是啊。酒精再中毒搁较深，嘛是啊，亲像醉人呐，迄种心地迷失啊，真可怕，世间。有偌尼侪人啊，因为酒误了伊的一生，因为酒损害了伊的身体，因为酒破坏了伊的家庭，因为酒啊做了真侪呢，伫社会啊种种不安的代志，酒。对啊，古早的人，或者是伫佛经教界中啦，都是安尼个譬如酒为毒药啊，酒呢，亲像毒水，不干净的水啦，酒就是一股的毒气。那去接触到这个酒啦，对咱人也生活心地啦，都会偏差。何况身体健康呢，对身心啊，实在是损害真大。何况对家己的人格啊，家庭，尤其是社会，所以咱若会当戒酒啊，真诶，对咱的身心、家庭、社会都有好处啊。啊，毋过要戒啊，真难哦。佛在世时，那伫王下城说法，国王、大臣、整个社会人民呐、啊，
对佛陀的尊重敬爱。国王常常就带着大臣来亲近佛啊，听经啊，听了后慢慢发入心啦，体会啦，体会了这法对人间的五欲啊，分析得真清楚，因为心中有法啦，所以这心内的五欲呢，就慢慢去除咯。其中啊，有一位就是首相，国王的副相啦，辅助国王料理政事的一位大臣，听法了后啦，真正发足入心的修五戒呀。伊呢，登去厝诶，就这个药啊，安尼完全去除啦，无有财色诶药，那酒色财气啦，伫这位大神诶心中呢，已经完全去除了。但是伊个夫人呐、啊，真无欢喜。伊个夫君就是安尼，慢慢远离了夫妻的这欲乐啦。这个夫人知影是因为伊个丈夫是亲近佛法，听佛说法。改变了伊的人生观，所以迁怒于佛，对佛啊真无谅解啊，互因两个夫妻这种欲乐的情爱安尼淡薄去啦。有一天，知影这位父相大神啊。要请佛来供养啦！啊，这位夫人，伊想讲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他就伫迄个饮食中啊，藏着毒药。啊，这位大神呢，发觉到啦，伊向伊个夫人讲。万万不可啊！你要降服这份的饮食，来提来给我，我甘愿代替佛来接受安尼有毒的饮食啊！啊，这夫人呢，当然是唔肯咯，佛都到未来啦，看到。因夫妻伫咧争执，佛陀还是呢安然就位啦。开始，佛的位置所摆着的饮食呢，佛呢是内心都了解呀。不过，佛陀同款用手去摕。这个饮食要来吃，大神呢就在旁边啦，开始向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万万食不得啦，唔通吃啊！”但是佛陀就问讲：“为什么唔通吃呢？”这位夫相他就向佛陀讲。好啦，因为呢，这份饮食内底有毒啊，佛呢
还是微笑，向着大神以及大众，安尼讲啊，世间啊，有毒，世间的三毒啦、啊，比这份阴湿的毒呢，搁较毒。这世间的三毒，我都会当该消毒掉啦。何况讲苦苦的一份的毒性呢？这是算什么啊？提来都要吃咯。哦，这位夫人啊，家己亲身看到佛陀这么慈悲，安尼安详庄严啊，从入门来的时安然自在，坐伫迄个受供的位置。伊的丈夫也已经向佛陀讲，这份饮食是有毒。伊呢，就真用心来看佛，伊的态度，佛陀还是挂着微笑啊，面色一点啊都无有变，也无有恐慌，也无有责备。的怒目都拢总无啊，佛陀还是自然的注视着这个夫人参加服饰，那用向伊讲世间的三毒啊，国家什么款的毒都无有世间的三毒遐尼毒。世间的三毒是啥物？贪嗔痴啦，这已经呢暗示了这份贪婪怒欲的行为，就是有了这份呢这种情欲难断啦，才会起着这份的毒心。他嘛，这潜龙一分，所以真呐，亲像安尼，就是一念的无明，一念的无明，就是叫做痴，这就是世间的三毒啦。这位夫人呢，以了解佛所讲的三毒啦，佛陀用慈眼来看伊，伊忽然间心生愧疚，所以看到佛陀明知啦，这份的饮食是有毒的啊，可是伊讲了世间的三毒，我都会当甲消毒啊。何况呢，苦苦的消毒，哪会当伤着我的心呢？提来都要吃了，夫人赶紧呐，到佛的面前叩头礼拜啊，求佛啊，就万万吃不得啊，唔通吃啦，是我一时的糊涂。我心中啊，就是有佛都假所讲的三毒啦。我家己心中已经中毒啦，我才会用这份的毒性要来毒害佛陀。我知啦，我了解啦，请佛陀受我忏悔啊！阿弥呢？这个夫相看嘛真欢喜啦，大家人赞叹啊，就来到
夫人的身边，甲佛陀的面前，就向佛陀求皈依啦。安尼开始呢，这对的夫妻啦，就是护佛法，用护佛法殷勤精进呐、啊。这个故事来想看，这个众是之源，众恶之本，这是酒。酒呢，除了亲像毒药、亲像毒水、亲像毒气，其实呢，就是众恶之本。但人的过失啊，一点偏差，源头就是亲像伫咧酒醉的人共款啊，众恶之本，真侪恶啦，就是啊，这种的无明，愈醉愈痴的人，所以做着这种的恶念。所以这个无明，就亲像酒醉的人，那醉来中毒，亲像咱众生呢，那无明不断呐，安尼复制啊，这已经呢是酒精中毒遐尼重，无法度清醒，但是。咱人那是下定决心啦，哪怕是酒精中毒啦，无饮酒，规身躯会喘，这种的人已经是中毒真深。只要一念心，愿意改，忍会过啦。安尼呢，赶快呐，会当恢复。清醒的意识，恢复呢健康的身体，这在咱的团体中啊，也未立足这以前的技术，嘛不有安尼的人生过啊，因为一念清醒啦，觉悟啦，愿意。哦，周围的人来陪伴啊，何以呢？戒酒成功啦、啊，现在入灵观啦，结善缘啦，好正法啦、啊，那就是持律修戒咯，无搁再犯啦，尤其是。修正定性，不只是修改啊，修律，搁在呢真精气呐，全心一致啊，安尼，把这个心性定落来，一心一致，这种人间菩萨啊。佛心思智啊，这种的宿命感呢，身体力行，时间总是呢在慧明、净明中，每天都真清楚，每天听法，每天呢身体力行，这人间的菩萨。嘛，未少啊！专一个心呐，那酒变成了呢，就分啊清净感。在醉茫茫的人间呐，那成为了清净感啦。那法日日呢，都是亲像甘露入心嘛。自用慧明，这个法
就亲像甘露入心，伫咧滋养慧命啊。咱凡夫就是安尼，也未清醒的以前啊，就是伫安尼日日啊，伫毒药、毒水、毒气之源，才种恶的根本，就是不断烦恼无明惑这中。咱应该爱真清楚，所以咱学佛啊，爱真正时时用心嘛。那这正面的文来看吼，世尊啊，譬如有人至亲有家，醉酒自我。时时亲友关事同行，以无家夫子，下其以礼，以知之气。这段咱讲过去了，这五百比丘啊，人人呢，家己已经觉悟啦。在佛的面前啊，共同的心声，自作譬如啦，亲像醉酒的人同款呐，啊，到亲友的家庭去，安尼醉啊啦，困去啊啦，这亲友呢，有公事要离开咯。看到伊安尼的落魄啊，较紧呢用迄个宝珠戒带啊，连绳甲藏伫伊个身躯里，也无法度甲叫醒啦。啊，公事要紧啦，就离开了啦。咱昨都讲了吼，那这官事同行啊，就是公事啦。诸佛菩萨人间度众生啊，因缘机缘啊，也其他的缘成熟，他就爱离开，就像是入灭啦。或者是呢，有啥物代志先离开这个所在，去其他的地方，这是一种的譬如啦。因缘缘会缘尽呐，因缘会合的时，哦，就改个说法啦。那缘呐尽的时，啊，都爱离开，所以这点甲大家人讲，把握因缘，分秒不空过啊。有时阵呢。法在咱的面前，咱未要要好好把握啦！哇，时间啊，一长而逝啊，时间过得紧啊，因缘呢，既然可以安尼流过去啊，真正都爱搁再等真久的缘哦。所以咱爱好好把握时间，因缘拢爱把握啦。再接落来一段文，再阁讲吼，既然罪恶都不觉知呀，弃义由行，多以他国为意识国，勤力。求索心大格难，欲消有所得啊，便以为酒哦。这个人啊，安尼一个伫咧困呐，所以伊个藏这个珠伫迄个所在，还是不觉得哦，一个伫咧困，但是呢，伊已经离开啦。等到这个罪人啊，精神啊，但是亲友无伫咧咯，伊
也同款，离开这个所在，搁再往其他的地方去。酒醉的人嘛是同款，这就是譬如啊，烦恼是酒所迷。酒就亲像呢，这个烦恼啊，这个烦恼啊，就是阿尼再过再饮酒，酒醉的人拢讲我也未醉嘞，我也会当过饮嘛，同款的道理啦，所以不能安住佛之教。同款醉啊，醉了精神伊嘛会搁对别位去啊，未当安住啦，就是还是同款，爱搁往外去游行，搁去啊啦，所以不能安住于佛之所教化吼，而退对生死。流转至他国，那有善知识啊，何以真宝贵的法？就是伊阿个是亲像酒醉的人，伊都是唔知呀。赶快起来呢，搁再往其他的地方。这是譬如呢，一世人就是安尼醉，等到呢。醉起来，也阁唔知影吼，去意游行，就是搁再到其他的所在去啊啦。一直醉落去，醉间呢起来的时，那已经呢另外其他的地方咯。咱人生敢唔是安尼呢？不知将来，也不知去向啊。一世人都是在醉梦中，那一直在咧酒醉，一直呢是伫酒毒的内底啊。到间呢，搁再精神已经伫其他的世界啊啦。到底呢是搁来人间的世界呢，或者是呢畜生的世界，或是地狱的世界？五鬼的世界，唔知呀，就已经呢退对于生死，流转至他国，已经到其他的地方。一世人安尼醉茫茫，那这些无名的众生，敢唔就是安尼呢？毒酒啦，毒醉呀，毒气呀。但是我们的人是不断不断的，就是心念啊，诵习我们的本性，不断的造作恶业，这个恶业的根源一直呢没把我们消毒去。但是人人啊，心中都有一粒宝珠在的，那就是真如啦，但是不觉知啦，怀着阿弥的宝珠啊，唔知呀，所以到其他的地方，所以其人罪恶都不觉知，虽然有这粒宝珠，就是阿弥不觉知。
历千古，这就是咱众生啊，一根甲力啦，真浅啦，所以无有宿命通，也也忘却了往事啦。所以亲像罪人同款，咱人就是安尼，无定着过去生啊，嘛有听到佛法啦、啊。啊，今生呢，嘛是伫佛法中啊，就是呢，也阁无精神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呢，无有宿命通，忘却了往事哦，就犹如罪人。这是咱的经历啦，太浅啦啦。咱的身躯的内底呢，咱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都有一个不足地的呀。但是咱唔知哦，那罪恶不觉，譬如呢无明火中。无明真高啦，就是无明真重的人呢。你话安怎甲讲啦？虽然讲知啦知啦，我这聪明哪会唔知？但是呢，无明啊，也阁是真高啊，心见呢，也阁是真重。这是无明，就亲像醉酒。也过也未醒啦，所以心浮不逸，发入心，无法度提起来用啦，都袂记哩去啊，已经袂记哩失忆，都亲像失忆啦，失去了记忆啦，这个记忆拢袂记哩去啦，所以所谓醉无明酒。醉在这个无明的酒的内底里，咱安尼人生茫茫啊，就是酒醉，亲像酒醉的人啊，已经受酒精中毒啦。醉在无明酒的内底里呐，所以我生死关，醉我不觉地嘛，醉。就是醉在无明酒，我呢，也就是困在这种的生死的关头。常常讲啊，明仔载大乘教，也是无上大乘教啊。六早起呢，精神啦啊，感恩啊，赶紧爱把握时间。今仔日的时间，哎，赶紧好好把握。也咱若无好好把握啦，就是也可能醉在迄个无明酒的内底里，爬未起来。我伫生死关里，性命短暂嘛，啊，阁要阁困偌久呢？真正是害大，这是真可怜咯。所以咱应该爱好好呢，提起了精神呐、啊，把握人生，咱爱好好修法，那因法甘露水啊，来滋润咱的慧命，唔通呢因醉毒酒吼啊，安尼呢？予咱消磨时间呐、啊，爱好好用心呐、啊，所以气意悠闲啊，多以他国。
在这中间，因为水啦、困气啦，也搁醉伫无明酒的内底，那真观呢，已经诸佛菩萨啦，善知识啊，甲咱讲，人人呢本具佛性，人人依佛菩萨智慧同齐。虽然咱是安尼听，确实呢，咱家己无感觉。我都是一个是我啊，我的慧性伫倒位呢？这种家己啦，无感觉，慧根真浅，因为伊无相信，要哪有感觉呢？伊一个醉伫无明酒呢，所以一直到。弃义游行，多以他国，那就是下不义啦，专心义处啦。但个想要知啦，已经真慢啦，就是内心啦，下不啊，就是爱专心到其他的地方，好了。真正是来不及了。譬喻游行啊，就是啊。譬如善根欲发，已经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善根啊，开始呢，来发心嘛啦。那咱醉酒呢，唔通等到臥生死關啦。咱醉酒啊，有精神的时候，精神呢，好，咱有机会啊。咱的善根呢，会当今生出世，咱就会当发出了咱的善根吼。那善根开始，你要发出来的时，开始呢，严苛求乐，就亲像咱修行，咱的过去呢，嘛是糊涂过啊。也未接近佛法的以前，咱嘛是伫醉酒香的内底的呐。后来呢，咱有安尼的因缘接受佛法啦，咱的善根呢嘛开始开发啦，咱嘛知影咯，啊，苦集灭道啊，生死轮回啊，可怕、啊。厌苦求乐，知影人间不断轮回啦，伫六道的内底的四生六道啦。咱现在爱赶紧，过去无量劫以来安尼的迷茫，即当阵爱赶紧，紧醒起来，赶紧呢！厌弃了过去，安尼的生活，咱爱赶紧重新再来求乐佛法。佛法呢，会当解开咱心灵的烦恼。佛法呢，教咱放下初中无明的重担，安尼，予咱放下。咱会晓呢，承担起了如来家业，入灵军中啊，这同款的大头，一大是无明，大生死轮回，一大呢是如来家业，人间菩萨为人群去付出。这
这种的人生啦，同款是大头是福甲慧，一头是福，一头是慧，这是如来打乌淡去如来的家业，也那是凡夫呢，也是一头是无明，那一头是烦恼，这种无明习啦，制造真多烦恼业。众生的大头愈大是愈重，这种的无明不断复制，愈大愈重啦，业愈做愈重，愈做钉钉塔塔。也那是如来加严呢，啊，了解啦。放下一切，付出无所求，放下了，众生得救，欢喜啦！这是如来家业啊，平安自在，这就是乐天上人间啊，适合修行哦。那不管是在天上，就是在人间啊，是有福的人家，或者是平常的人生，或者是呢贫穷的苦难，还是同款有了佛法啊，心灵财富满满，都会同款呢，是天上人间在咧造福，在咧修行啊。多以他国，那也就是讲，也无明覆盖吼。那咱即马过去的无明啊，甲咱砍掉咧。即马开始呢，了解佛法啦，甲咱砍掉的无明啊，那应该要安怎来解开呢？过去。咱唔知，即当阵呢，咱也无真了解啦。不过，咱即当阵已经知影讲，即迄个伊的内底啦，有一粒宝珠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凡夫啦，就是无明覆盖，咱的。会当了解，但是无明还佫甲咱覆掉咧。无明覆掉咧，知啦知啦。佛陀讲，咱众生呢，人人本具佛性，知啦。但是咱还阁是无明啊，还阁甲咱砍掉，也要安怎来解呢？因为咱也不知向本求大圣意识，大家人还阁是。沉底伫小性的内底，知影讲啊苦啦，去除了苦，厌苦求乐。但是呢，这个无明啊，也未完全解除，无法度呢，唔知影讲哦，咱爱向原来咱的真如本性啊。去求大乘的意识，咱也过也未啦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过在勤精进，勤精进呐，爱求大乘，求大乘的如何忍辱伊呀？咱爱求诸法空为座，咱爱不断呢。滋养咱的慧命，所以爱大乘意识吼，所以
国人多以他国吼，那求以孝性以实在孝性人呐、啊，都、就是也唔知，搁在向大性求实吼，求以实啦、啊，这些五百比丘所表露出来，就亲像酒醉的人。啊，虽然呐、啊，有亲友甲咱放这粒宝珠伫咧，啊，咱还搁伫咧醉呀。等到起来的时，那又以他国，虽然啊开始呢，要去求意识啦，但是未晓要求大乘意识，同款还搁伫小乘呢，伫咧求意识吼，那、啊。这就是家己所披露吼，五百比丘家己自披露，修的小乘法啦。那为意识故呢，勤力求所，还为着穿，为着吃吼，那还是呢，勤呐，伫咧求啊。亲像迄个贫穷主同款，这个伊甲遐个贫穷主的譬如呢，是意思同款哦。所以譬如，伫这个报为成数佛法心修行啊，力求解脱，就是啊，敢若知影讲惊啦。成数，我虽然佛陀教我讲四体法，但是呢，我知啊啦，我无爱过来轮回，我无爱成数啊啦，所以伊发心修行，干阿是要求解脱呢？定求自己解脱啦，所以这是过去因听提的呢的境界。在咧求意识，消道法自自量啊，这是干哪？听提的这个消性的内底哩，所起的呢是消法的自量而已吼，家己自用家己的良心吼，那勤力啦，不是正法吼，不求正行。无去了解啦，佛陀所教育咱的是一大树因缘，希望人人啊，会当回归真如本性，啊，这真如本性所必经的道路呢，就是爱经菩萨道入定观呐。但是伊也阁唔知，干那一地呢？殷勤地以家己的小乘法来的，也阁唔捌啦，这个大乘行吼，所以心大艰难呐、啊，弱小有所得，便以为足。感觉修，哈、哦、修家己都修甲真辛苦啊！啊，搁再入灵根，万一一失念啦，要搁倒转来修吼，那都真辛苦，万劫难再，真惊，所以心大艰难呐、啊。伊只是修的呢，弱小有所得啊，便
以为足的感觉，安尼已经满足啊啦。这呢，就是却为佛道中远，真惊。那要阁真正到佛道啦，菩萨道啦，要阁太长呢，足惊的呀。这点，这化成如品，导师要引导咱行路，好嘛？行遐尼远哦，我要到遮多好啊！或者是我要倒转来，较近啊，较安全，就是安尼的心态啦。所以一直小心涅槃，变成自得境不是前进吼，那这就是咱众生嘛。哪怕咱伫咧修行，咱也阁是呢，安尼为家己而已，这种真艰难呐、啊。所以外道苦行呐、啊，总会输最顶。想讲吼，哈，起一个捷径，有诶呢，就走对偏道去啦。偏道呢，那去修慧行、修水行啦，以为呢了却一世人，安尼修苦行，袂当解脱啦。小比较吼，熬着小果啦，所作一般。或者是呢，随佛修教就是安呢，消欲为足，唔是偏去，便是呢，安呢独善其身呐、啊。因为大行我要修的，隆重呢有啊啦，所以为伊是个勤力求索，心带艰难呐、啊。知影讲要求得度娘啦，小小家己下巴呢，都遮困难啦，何况讲吼要求得呢利益大众，哈、啊，应该是搁较困难，这种呢畏惧的心啦，所以这是因为心无忍力啦，法惭愧意啦，心无法住。论吼，哎，缺了甘露蜜嘛，这就是欠迄个法，真正大乘法啦、啊，入心呢，欠迄个法喜，就听法好像真辛苦的代志，也未听干呢，真欢喜呀、啊，听法啊，听个真欢喜呢，自然咱就会身体力行。啊！你身体力行呢？哦，别人会苦难解决啦，迄、那个心会欢喜，大心会欢喜，真正是贴心的欢喜，你会付出，迄点欢喜的心伫内心里呢，迄种的法喜，自然就会感觉讲，大乘法啦，哪有虾米困难呢？伊就是无要去做，所以。伊就心无忍力啦，啊，就是发这个惭愧意，意味讲哦，我安尼足啊，我真足啊，这咱人小看，得一点啊，都感觉真自满啦。好，唔是安尼，咱还阁真多，还阁在向前前进计划，如何忍辱意，咱也未清掉啊。啊，咱的心呢，也无有得到
法的真正的滋味啦。你若得到法真正的滋味呢，那就是甘露味咯，吼。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啊，人间呢，虽然啊，这个老病死啦，都亲像老牙啊，真正是真辛苦吼，实在是辛勤千万种啦。求学小乘呢，虽然啊，安尼干那求一个讲吼，会当惹病啊，会当逆寒啊，会当治腰，以为安尼都好啊吼。那这还是呢，还是永远拢是定定一寒三过了后还是无够，食饭饱呢还是过会枵，这是消性啦，这个发无足啦。咱若会当发真足啊，如何忍辱伊伫咱的身躯发起善的心呢？咱永远拢伫咧。那安尼呢？求大乘法，那有啥物困难呢？所以修学佛法，唔通惊。那咱利益他人呐，其实呢是利益自己吼，唔通去受这个醉酒之毒吼。咱爱好好时时多用心。